先生，在十一里国立体考文学校校长韦亮新校长，在十一里国立体考文学校家学子弟尹国荣先生，沙东区国会议员王建林博士，乌拉岗区州议员黄贤志先生，我们今晚的两位开幕嘉宾，尊敬的丹斯里拿东郑福成太子学生，董事财政傅水成先生，各位董事，各位三机构的理事，各位乌冷界有效嘉宾，各位来宾，老师们，同学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批判民主的时刻，大家在启蒙众先会热烈庆贺文成大厦以及交代自己华文学校礼堂、三里镇图城礼堂落成典礼。今晚的晚宴席设216席，除了三里镇图城礼堂，大家可以看到许多桌椅摆设在礼堂外，场面非常盛大热闹。是的，这的确是发展本项教育的一大盛事。我们是今晚的大会司仪，我是慧宇，我是曹生。